Justin 会接我电话。对方忙。对对对，不是不是，打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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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右弟，你在不在上海？你在干嘛？你在上海吗？我在北京。啊、过两天录节目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吃什么？我昨天晚上。对啊。吃东西。吃什么？我昨天晚上吃面条啊。那上海你要吃什么？上海啊。我们早先吃个饭呗。你在干嘛？你是在做节目？没有。你是为什么我吃什么？你在干嘛？哎、我在躺在床上休息啊。哎呀，那么舒服啊，弟。对呀、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在北京宣传那个素人特工了。我昨天看到了。对对对，那我昨天本来想去看电影的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素人特工要上了。那记得要包场哦。我没有做节目啦，我没有做节目，我是跟你讲要约你吃饭，然后，哎，你星座是什么？啊、我星座是双鱼座啊。哦，好了，那你记得，哎，你火锅要吃什么？我们吃火锅吧。然后我们吃火锅。那火锅要吃什么？哪三样？火锅。笑屁呀、啊！笑死我了。火锅要吃牛肉。要吃虾滑。嗯，我也要。都可以，我都吃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过两天见。快点来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好好，那没事啊。好啦。你都没事，那上海看你首映吧。啊、哦，好，拜，答应我啊，拜，爱你哦，拜，爱你，拜。哎呦，救我的命！挑战